我就赶紧在那边抢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喝杯咖啡，可是在喝咖啡之前呢，看一下我包包里面有些什么。首先呢，必须要炫耀一下新的这个手机，我的手机啊，在我生日的时候坏掉了，预购的时候呢，我就赶紧在那边抢。炫耀一下我的速度是挺快的。我的 AirPod 去年我就有一个歌迷特地定做的一个红色的这个 AirPod， 虽然我都一直说不要礼物，可是呢这个歌迷刚好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，只有一个是只为我定做的，我就天天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用它。然后呢零钱包，它其实就是 Loti Bouchet 的那一个包包，把它这个零钱包拆出来然后放在 Twist 里面，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聪明呢？介绍完毕，我们来喝一杯 Americano。 等一下我们去看秀，必须要就是去水肿。 Cheers。